没想到你能来，真是稀客。上次还是陪我姐一起来的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。我介绍过一个记者，他采访过你，叫王成。 我想知道他的事儿。王记者，他不是你的朋友吗？算不上朋友吧，至少没有熟悉到什么话都可以说。那你是问对人了。作为采访我的人，我都会调查他的背景。那你有什么发现吗？ 时代资讯是一本非常不错的杂志，所以他的履历很漂亮，人品和以往的风评都很不错。不过你知道他这次回巡洋的目的是什么吗？我只知道他家在巡洋，他妈妈在巡洋，所以他回来。据我所知，他这次回巡洋。 今天换了什么呀？哇，都吃光了！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好吃不好吃。我今天给你下水饺好吗？
坐吧。对不起啊，我私自去了，应该管叫什么地方？你家？总之是我不对啊。是我做的不对，你也有理由生气。皇城，我好像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生气，或者说，我根本就不生气。你非要拿一个词来形容我现在的感觉，应该是失望吧。那我倒宁愿你生气。我也宁愿是，但是失望就是失望。这事情其实我可以给你解释的，你看到的那个是我的亲妹妹，不关心了。那情况跟你想的不一样。我知道，当然了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我都应该可以理解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嘛。但是你说你回巡洋是为了做专访，但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还有专访里写的人是我，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，有这么值得关注吗？小南，我这么努力的让自己的生活走上正轨，我努力工作，然后我跟没事儿一样在这摆摊儿，我就是让别人让我自己都相信我挺好的，我没事儿啊，当然我也很开心我能遇见你，真的。我不希望自己是一个谁都不信任的人。可是王成，你觉得我还能信你吗？我现在甚至害怕你带着录音笔把我说的话都录下来，然后放进你的新闻稿里。老板，来碗炒面。哎，好。多下辣椒啊。好。您稍等啊。加点腊肉。哎。舆论就是这样被他们写出来的吧？江堤浮尸，死因成谜。现在这个报纸啊，都是这么写的，标题党了，为了博眼球，你别放在心上了。据我所知，他这次回巡洋，是为了写一篇名叫《消失的枕边人》的文章。那你也会这么写吗？
过了，现在在沈阳第一人民医院，请您尽快过来一趟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您这哭坏了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呀。您多保重。您别这么哭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我多说两句，她已经怀孕近12周了，怎么还能让她开车呢？他的死亡原因是腹部遭到重击导致子宫大出血，哪怕早送来几分钟也许能保住命。节哀吧。对不起，女士，进出请刷卡。陆长仁，你约了人的话，可以打电话让他通知前台。我找你们董事长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你再不走，我们只能请你出去了。我有事找你们董事长。对不起，女士，你再不走，我只能请你出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现在就走。不好意思啊，走。松开！李小楠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直接这么冲进去找梁鹤宇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所以我什么都不能问是吗？居然还逍遥法外，那是我姐，我亲姐。这个人比你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，你必须得相信我。我信你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啊？那你信我最后一次行不行？你先听我把前因后果跟你说完。如果这样你还是决定找他对峙的话，我跟你一块儿。你先告诉我，那视频怎么来的？你知道，这段时间我在写梁鹤宇的专访。上周第一期专访刚发出来没几天，我就收到这个视频。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则爆炸性的新闻，你想捂着抢个头条？觉得我是这种人？那我应该怎么觉得？事实上。我也许根本一点都不了解你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按说我应该看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你的，但是你跟你姐感情那么深，你好不容易从她过世，我受不受得了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不用你来替我做判断。对不起。你说那个视频是别人寄的，谁寄的？包裹是匿名的。那包裹在哪儿？还在吗？那上面有快递单号吧？总能查出点什么吧？我已经着手在查了。
本来我想查到更多的线索之后，我再决定要不要告诉你。那你查到了什么？我看了关于那场车祸的所有报道。因怀念亡妻，当主人当重庆企业家在聚餐回程途中遭遇车祸，痛失爱妻。刘总，你好，大二爷，我是时代资讯的记者，我叫王成。您还记得两年前沐雨地产梁总的那次车祸吗？对不起，我很忙，有什么事你找我的秘书吧。哎。陈总，如果今天您不方便的话，我先留一个联系方式。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那天的事情我不清楚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李总，拜托了。今天晚上的事我务必要聊一下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根本就不清楚。李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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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挨个走访了那天晚上跟梁鹤宇一起吃饭的人，没有人愿意开口。沐雨地产的老板都让人指望着他吃饭。有的人想明哲保身，就有人愿意仗义执言。非常感谢孙总愿意百忙之中见我。我听说你把那晚吃饭那几个人挨个堵了一个遍。我只是想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两件事。第一，那天晚上梁鹤宇有没有喝酒？那是当然，尤其是老梁，他那天刚拿了一块地，兴致很高。第二，那天晚上是不是梁鹤宇夫人开的车？至少当时的报道都是这么说的。报道写的不一定是事实。老梁这个人呢，很固执。那天走的时候，他老婆说要找一个代驾，可他偏说自己很清醒。我是看着他上的驾驶位，可出事以后，所有人都说是他老婆开的车。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。我想多问一句啊，您为什么突然终止了跟沐雨地产所有的合作？虽然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，但你想，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我还能和他合作吗？年轻人，我期待你的好消息。我仔细对比过了，视频就是从这停车场方向拍的。视频像是行车记录仪拍下的，但是角度很奇怪，没有人会特地把车头朝那个方向停车，所以我推测是一辆有哨兵模式的电动车拍下来的。那个停车场是国道上的临时停车场，平时停的车很少。我查了监控，那天只有一辆车。就是他。你好，这车是您的吗？对，怎么了？这个视频您见过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还要接人，先走了。那我把它交给警察，您没意见吗？
您放心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你把这个视频交给过谁？其他的我不多问。你知不知道，视频里的那个女人是我姐姐？拜托了，我必须知道真相。视频确实是我车里的摄像头无意当中拍到的，我也是后来偶然才看到。那你为什么不交给警察呢？我不是没想过，但是你没有这么做啊。谁都有碰上事的时候，我妈病了，我需要钱，我后来脑子一热，我就想到了这个视频。于是我那会儿每天都去沐雨地产守着，就希望能找个机会单独跟梁总说上话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请问你找梁总有什么事儿吗？但中途有个人拦住了我，说我可以跟他谈谈。是这个人吗？就是他。他给了你多少钱这段视频？我就要了个救命钱。这段视频你还给别人看过吗？没有，我谁也没有说过。我知道这个事我做错了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只要我妈一做完手术，我马上把这个视频交给警察。
小南。叫李小楠的在这住，你等一下。没有。确定吗？确定，这两天的都没有。谢谢啊。笑什么？你应该是个不太容易哭的人吧？白天要卖房子，晚上要卖炒面，每天还要面对一个嚣张跋扈的小三儿。家里呢，还有一个说一不二的母亲，应该挺累的。哪有力气哭鼻子呀？是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笑我？
你现在能在我面前哭，说明你还挺信任我的。毕竟跟那只冷血动物相处这么长时间，很难再信任别人了吧。信任对于现在的我，是件特别奢侈的事情。所以啊，虽然你现在哭得快抽过去了，但我还是觉得挺开心的。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你说能跟一只冷血动物培养出感情，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。你说谁是冷血动物？你得接受自己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总有那么一段时间会变成冷血动物。你也不行，但是你没办法。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没办法的事，不是吗？王成，你陪我去个地方吧。好啊。我和我姐其实只差了3岁，但是我姐为了让我有童年，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小时候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从小就过分懂事，我妈说一，他绝对不会说二，连他稍微吃胖一点，都会被我妈念叨半天。这里，是我俩小时候的秘密基地，只有在这儿，他才能做一会儿小女孩。有一天，我们俩一起做了一个时间胶囊，作为我们俩送给彼此的礼物。我们在上面压着刻画了特殊标记的石头，就埋在这棵树下。约定好10年之后一起把它找出来，可是时间还没到。我们最后一次来这儿是他结婚之前，其实我当时就看得出，我姐嫁给我妈眼中的这个乘龙快婿，其实她并不开心。姐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哎，看着我。哎，姐，我们俩自拍一张。姐。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不开心啊？可能是忽然要搬出去住了，不适应吧。哦，
跟我挤一张床了这么多年，还没挤够啊。你啊，等你自己结婚的时候，自然就懂。那等我结婚的时候，那肯定是我姐给我精挑细选，找了一个最爱我的好男人。那当然，姐肯定在你身边，陪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人。嗯。现在想想，他当时是在说我们两个总要有一个是幸福的吧。可是我也没有做到。所以梁鹤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觉得刚才那事更适合我。我也觉得。我觉得这身好看，更显你的气质，而且更符合我们婚礼的主题。就这件吧。你好，就选这一款。好的。工作的事你想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我先去换衣服。我希望出来以后你能给我答案。姐，你明明就喜欢那件，你为什么不坚持呢？这件也挺好看的。这是你的婚礼，你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，为什么不选择自己喜欢的婚纱呀？我后来才明白，我姐不喜欢的不仅仅是那套婚纱。你姐就没试着反抗过吗？当然有，但是女人一旦嫁了人，大部分时候都是身不由己。哎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谁呀？姐。什么？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夸。什么哪哪都好，哪哪都别提。但其实，我好羡慕。妈，这件事是我不好，是莫奈生气了。我看他自打结婚就没开心过。木南，你也是，有多大个事儿，还非得自己跑回家？这两口子过日子，不就是商量着来吗？啊，妈，这事儿是我不好。结婚以来，我一直着急想要孩子，可一直不顺利。这事儿啊，我就想让木南辞职，回家好好的培育。这事儿我们商量过很多次，他一直不同意。你也知道。以我现在的条件，他根本不需要出去工作。哎呀，这贺宇啊，说的没错啊。谢谢妈。女人呐，到了每个阶段就有每个阶段的任务，到了时候她就得有个轻重缓急。你们俩现在正是要孩子的时候，把工作停一停也好。这事是我不对。是我着急了，别生我气啊。我没生气，我听你的，过两天就去公司交辞职报告。
我了解他，如果不是实在喘不过来气，他不会跑回家的。但是我都没有帮他说一句话，我明明可以帮他的。这不能怪你。毕竟你也不是他，你不能替他的人生做选择呀。时间胶囊还记得在哪儿吗？如果礼物没有打开的话，就失去意义了呀。修不了，报废了。这张磁带是很珍贵的东西，丁宝，我知道你肯定能修好的，拜托了。酸辣粉刚泡好。把这东西弄开。28岁的李小楠同学，你好，我是来自10年前的李木楠。也不知道这盘磁带撑不撑得到那么久，时间真是很神奇的东西。想着我正在和10年后的你说话，就觉得很神奇。
我们此刻也许正凑在一起听这盘磁带，你现在一定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吧？当然了，你见我肯定也不差。那时候的我们应该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了吧？我呢，肯定会帮你好好把关。按计划，这时候我应该已经研究生毕业了，听妈的安排，应该找一个好人家，好好相夫教子。但是我可不想听他的。女孩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事业呢？如果我真的变成那种人，你可得好好骂我一顿。哦，对了，记得提醒奶奶，上下楼梯要注意安全。她腿脚不太方便。那时候的我们，要是挣到钱了，得买一间有电梯的大房子，把奶奶接过去住。她肯定会很高兴吧。还有妈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俩能早点长大独立，让妈去过她自己的生活，没准儿还能遇到爱情，到时候我们俩必须举双手赞成。这十年我们肯定都长大了，也肯定经历了很多不如意的事，甚至是遇到了不那么好的人，虽然现在还不能理解，但是妈总告诉我们，想要过好自己的人生是件非常非常难的事，但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满怀希望，天越黑的时候一定要想着那也是离黎明最近的时候。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好啦，不说了。姐，我一定会好好伤害你的人，付出代价，我也讨一个公道。你先洗个热水澡，好好睡一觉。嗯，好。小南。啊。我知道，你藏着很多秘密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面对的。